各位百业分享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tacy， 诚真行销科技的创办人。年初收到许多朋友的咨询与回馈，将其整理为本次的分享专题。那本次专题为混血新行销，那行销科技目前的趋势和走向。那请大家记得订阅分享此频道。那本次专题分四大面向，同时介绍常用的网站建检工具，有助于各专业或商业领域发展其数位化的基础建设，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那主要有分最新趋势、混血新行销，然后数据驱动以及实用的网站建检。那行销科技呢，其实主要是在结合行销与科技以及管理 MarTech， 将是成为未来的一个行销主流。那最主要分六个板块。那这个是亚太数位行销转型联盟协会的一个分享一个资讯。那最主要里面涵盖的各面向行销科技方面的一个专业领域专家。那行销科技六大领域可依此进行一些行销检视，让每一个行销的接触点与消费者的数位历程阶段性的达到最适化的一个评估。那最主要分成广告推广，还有内容与使用者的体验，那社群媒体以及客户关系管理，商业与销售的部分。那第五个是数据应用以及整合管理系统。接下来我们介绍最新趋势的部分。那面对各类不同属性的消费者，首先在数位工具建制的同时，我们是优先要解决客户及时回复的讯息问题，包括语音助理、聊天机器人、EDM 的推播，都可以借由数位工具达到零时差的体验服务。那特别针对获取新客的部分呢，也可以提高线上双向的一个体验互动。那近期像 Siri、 Google 的语音助理部分，其实在口语化的内容都可以借由就是 SEO 的部分将内容搜寻优化，那更容易让品牌官网去被容易被看见，曝光率也会提升。那在其实客服的回复部分呢，其实最常用的就是解决一些例行性的一些客户的 QA 问题，那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个回馈与就是意见反应。那 EDM 的部分，其实目前最主要还是以可以用 AI 的数据去做比对，那去调整就是开信频次，还有跟客户接触的一个频次。那这个可以设计个性化的一些电子邮件，那提供更好的一些内容服务。今年网站面临的挑战，有收到 cookie 逐渐消失，广告成本提高，再来是登录点的碎片化，以及行销体验的策略已经越来越个人化，所以竞争也随着越来越激烈。人工智慧其实是可以促成一个预测行销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累积，所以在预测行销建立是在数据资料收集及人工智慧技术进行一个预测的一个模型，那推估客户在下一步有需要哪一些的产品与服务。所以其实人工智慧与人类的一个分工上面其实是会有一所区别。那在岗位工作者执行的内容范围是主要是聚焦在界定收集目标与界定分类标签、制定系统规则等。那人工智慧 AI 的部分就可以协助就是岗位的工作者处理重复性的事物，回答一些知识的问题，根据过往的一个行为进行预测推荐。那接着呢，我们再介绍数据驱动行销的工具。那一般有比较常见的像 Power BI 建立在主题报表以及仪表板上，都可以借由动态的报表数据累积去预测市场的一个方向。所以在
数据驱动行销的部分呢，其实可以建议就是以专案的方式将企业的行销与业务去做一个整合，那借由数据的诊断可以随时做一个策略的调整。第二个部分我们将介绍混血新行销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也就是顾名思义就是将不同的文化行销手法做一个整合，跨界的融合，那为近期比较新颖的再行销模式。不论是在组织内部或外部呢，目前都会面临到跨界融合的一个趋势，那进一步产生新的火花，是有助于跳脱一个传统的思维，用创意去解决商业市场上面的痛点。那在新创领域呢，最夯的人才不外乎是成长骇客型的人才，同时具备网络数位的能力，那也可以用创意思考解决商业问题。那成长骇客最主要的任务呢，其实它是需要在执行上兼具理性与感性的训练，那在内容行销以及系统优化上面都可以借由成长骇客的思维提高每一个数据上的一个转换率。那面对现行竞争激烈的市场呢，各自有品牌百家争鸣，数位化造成组织更加的平化，用户反馈可以收到及时的大量数据资料。那成长骇客的专才或团队呢，主要的任务就是找到核心的关键成长因素以及成长曲线，以低成本的方式获取最大的效益。那近年来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共享经济的 Airbnb 上面，在2015年的用户增长到大约2000多万，那这也是一个用低成本的一个网络工具与技术分析，那结合就是创意行销、程式语言的自动化、消费行为等，那找到成长的关键因素，那进一步节省成本，提高营收。第三个部分我们介绍数据驱动行销，那它是有基础的一个数据分析，以及既有资料探勘的方法，将大量的资料化繁为简，那作为一个行销上面的一个炼金术方法之一。在这边比较广泛使用的是Marketing Automation， 是行销自动化的系统，它可以降低跨平台资料落差或者是一个误差，那提高就是数据的真实性与及时性。我们有一个日常的情境，就是行销人员花大量的时间在整理各公司经营的就是社群账号，那与平台，那每天进行一个登记或者是记录，那会耗费比较多的时间，而且人工的精准度也会比较低。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像比较有名的案例，就是 HubSpot 这样子的自动化行销系统呢，它其实里面的工具也可以增加就是内容文案的一个优化部分。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的开信率其实是相对的可以去提升的部分，那它的跳出率也会相对低。那在每一封自动化邮件呢，其实都可以是被追踪的。那使用自动化行销系统，可以将客户分成两个层级，提供不同的一个流程与服务。举例来说，行销活动在第一个层级的客户呢，可以设定为就是对业务上面有兴趣的客户，那后续皆由业务人员进行沟通。那第二层部分呢，则是对行销内容物有兴趣的客户，那可以透过行销的活动再去做一个刺激与沟通。那分两层客户的资讯管理，可以提高就是内容的能见度，那借由 SEO 的优化也可以帮助行销广告的效益极大化。那在针对客户人像的一个描绘，也就是客群的部分，那也会更加具体或清晰。那我们也比较容易知道什么样的目标客户是目前现行是主要的一个目标客户，或者是一个第二层的一个目标客户。那这边有一个比较网站营收上面的一个公式计算方式，那
一般来讲，在我们经营就是网络 e-business 这个领域，那营收部分的话，就是等于流量乘以转换乘以客单价，也就是举个例子，像平均每月的一个人次是10000人次，那达到我们3%的一个转换率，那进行客单价的一个均价大概是800块，那我们可以估算每月的平均营收大概24万。所以其实在经营就是不管是电商平台或是网站上面的一个流量上面，这都是一个可以被计算或数据化的一个检核方式。那经由以上的介绍，我们都知道科技将会成为行销领域不可或缺的 DNA。 那我们在第四个部分，我们就介绍比较实用的一个网站检测工具。那这边我们一般来讲，在进行网站上面的一个不管是重置或是建立上面，都可以使用这个免费的网站流量分析以及建诊工具，有助于了解就是企业或者是自家建立的网站与竞争对手的流量分析来源，那有效的达到潜力客户使用的一个主要社群媒体的追踪数据，那进一步呢再去深化就是要经营的主要媒体平台，那去优化就是里面的社群内容。那这个比较常用的一个工具类别，其实我会推荐就是像 SimilarWeb 这样子的工具。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是截取里面其中它比较最新的资料，它针对像 Google、YouTube 或者是像 Facebook 或者是其他各个 Twitter， 就是这边有大概将近10几项的一个社群媒体，它都可以就是有一个排名的部分，那也可以拉就是系统上面的报表，知道跟竞争者之间的差距，那也有平均浏览的一个时间性，还有平均的一个浏览次数，然后还有跳出率这样的一个数据，可以借由一些数据的观察，那了解到那后续的行销重点以及方向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好品牌导入数位科技工具与方法，可以同时开拓网络市场，也有助于重塑品牌形象与市场价值。最后简介纯真行销科技工作伙伴们，有视觉设计总监、影音监制总监、技术顾问总监以及网站设计师，如有任何的商务整合需求，欢迎交流与联系。那以上是本次专题整理分享，随着科技一日新月异，行销从来不是唯一解法。以上是我的联络方式，有任何问题欢迎咨询，谢谢大家。